11月21日晚，著名演员张丽颖在微博晒出一组照片，其中最为引人注意的是两张携宠物毛球一起出镜的自拍照。照片中，张丽颖穿着白茸茸的卫衣，怀抱毛球，一双露在外面的眼睛满含笑意，笑容甜美而俏皮。俗话说，人红是非多。农村出身的丽颖虽然自强不息，但是网友却一直都拿她没有文化当成娱乐热点。面对因为代言品牌而带来的各种争议，张丽颖在微博发出了活动图，并附文字纪念两个字，就回应了她对代言的态度。他相信自己，他骄傲得起，觉得这一切都非常有纪念价值。其中有一张是他抱着狗狗的照片，从图片看出狗狗的眼睛被处理过，发亮的，这仿佛是灵宝在告诉那些否认他的人，他会一直努力的。另外还发表了一些他工作室成员的图片，左边的男人就是经济圈一哥黄斌。如今灵宝有这样的成就，时尚资源越来越好，这些功劳除了灵宝本身以外，其他很大部分都归功于黄斌。自从给了灵宝做经纪人，都是黄斌跟着灵宝到各种大型活动场所的，有这样的经纪人真的是颖宝的福气啊。